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经文第八段，真实慧眼菩萨记诵第七首看起，佛法不可觉，了此明觉法，诸佛如是修，一法不可得。昨天我们学到此地，这个意犹未尽啊。今天我们接着从这里学起啊。记诵的意思，深广无尽啊。佛法就是觉，为什么说不可觉？啊，觉了佛法了，这才是成佛。啊，为什么说不能觉？这个意思跟老子前面两句话了很接近。老子说：“名可名，非他名。”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啊，如果你觉了佛法了，那就不是佛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觉，你有念头。你这个觉呢，这就是妄想。啊，有妄想，你就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所以就不是佛法。所以后头这一句说得好，了此名为觉。了是你心里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叫觉了。啊，心里明白，能不能说得出来？说不出来。能不能有思维？没有思维。没有思维才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这是佛了，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人啊，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，所以佛很慈悲啊，因材施教啊，我们的根性顿啊，下下根人，下下根人佛也有善巧方便啊，就从下下根讲起嘛。啊，所以佛法里头有所谓三乘佛法、五乘佛法。啊，五乘佛法是菩萨，啊，最上面是菩萨，圆觉、声闻、天、人，叫五乘。啊，那五乘就是人天佛法了。所以太虚大师一生提倡人间佛教也是有根据的。根据什么呢？就在十善业道经上。十善业道经人天法啊，所以就以这个做依据了。啊，你看十善业道经从人天法到声闻菩提。圆觉菩提、无上菩提，都是以十善为根本。啊，所以十善业道啊，就是我们基本的佛法，
那佛法里面的基本法，即使上上根人啊，像释迦牟尼，像六祖慧能，他们虽然不是这样一层一层学上去的啊，你看他悟了之后，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是不是实相也道？是的啊，而且是圆满的实相也道，没有一丝毫亏欠的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我们不能说是哦，我这个佛法学到上面去，下面就不要了。没有这个道理啊，绝对不同世间念书。世间念书你念到中学了，你小学就不要了。念到大学了，是中学东西不要了。佛法不是的。佛法念得再高，你底下基层呢修得越好。啊，绝对没有说是下面的舍掉它会得到上面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它是整体的。啊，于是我们这就明白了，啊，诸佛如是修，他真修，啊，真修他怎么会成就呢？一法不可得，这一法不可得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起心，他没有动念，啊，虽然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他通通做到了。啊，我们讲到这个学习最基本的，啊，这个最基本的十善业道，用在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啊，慈悲一切。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不就是《弟子规》吗？啊，《弟子规》在如来份上，在化身菩萨份上，他做得非常圆满，做得非常周到，心里头一发不可得。这叫理事无碍呀，叫性相一体呀，他不是把东西舍掉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，我们就来核实这个问题啊，《弟子规》圣人训总纲这个八句，就是自信的性德显露啊。圣人就是佛菩萨，中国人叫圣人，印度人叫佛菩萨。啊，那个训就是心德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啊，弟子规里的智慧德相圆满具足啊，从自信流的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啊，所以夫子才说述而不足，心而好哭。这个意思太深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自己说，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都是古佛所说的，他没有在古佛说法上面加一个字，你相信吗？
我们学了这么长的华严经啊，答案是肯定的，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经佛如古佛之再来。啊，他们证得之后，真的叫一鼻孔出气。啊，这禅宗的话。啊，你证得的是圆满的，他证得也是圆满的。啊，你不能超过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圆怎么能超过？超过就不圆了。啊，所以都是圆满的，就是你也不能增，也不能减。啊，跟他完全一样。这叫殊而不殊。啊，这叫心而好朴，所以说佛佛道同。啊，佛佛圆满了。啊，把一乘大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是弟子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他做出个样子，我们学。我们学的是，哎，像佛，不是佛。啊，形象上像，跟他做的一样。啊，怎么不是佛呢？因为我们有得有失，人家一法不可得。啊，我们在一切法里头有得失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这就不是佛。哎，可是样子上做的是佛，你看佛孝悌，哎，我们也做到孝悌了，啊，跟他学的很像，啊，形象上学的很像。佛净心，哎，我们也学的净心，啊，佛泛爱众，我们也心量能够脱开，啊，也能够无条件的。爱护一切大众，啊，爱护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啊，一切众生，做得很像，啊，可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没卸掉，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凡夫，啊，凡夫样子学得很像，可是不是佛境界，这个一定要懂。但是学佛，凡夫就要从这里学起。你才真正能够啊学得好，真正能够不断不断向上提升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如果连这个都不认真学呢，天天听经闻教，还是提升不上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李老师讲的嘛，你搞佛学。你不是学佛啊，搞佛学跟提升境界不相关啊。学佛呢，学佛就从弟子规学起，你就知道弟子规就是一乘法，你才会认真去干呐。啊，那你看弟子规句句不一样啊，句句是大方广佛华严。啊，到了化身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之后了。什么是佛法了？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啊！没有见性之前，哪一法是佛法了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不是佛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读诵，你在这里讲解，你在这里修学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它就不是佛法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不懂不懂也不要紧，依照规矩就学，慢慢就懂了啊，别着急
啊，你看我们与一切法啊，真能做到不执着了啊，还有分别，还有妄想，那什么？那是阿罗汉的境界啊，这是真正入门了啊。《华严经》里面十行为的菩萨啊，真正入门了，我们连初心都没入啊，这个自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在六道里面的，在六道里修福报。为什么呢？你是跟佛学的时候学得很像啊，这是真正的善，但没有见性的善啊，善决定生人天，享人天福报啊。善也有等级的啊，所以欲界有六层天，色界有十八层天啊，无色界有四层天啊。你修到哪一个等级，你到哪个等级去受报，出不了三界啊。可是如果你遇到净土，那就太难得了，你能够信净土，你能够发愿往生，你还能够依教奉行啊，把你所修学的善行回向求生净土，你决定的是，虽然是生凡圣同居土，说老实话了，也就成了佛了啊。真的，这个是一生成佛的佛法了啊。华严经也不例外啊，到最后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啊。所以这个经上，这个弟子规上前面这个七章四，那就是我们修想修行想提升想证果必须要学习的啊。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啊，幕后学问，学文就是学经教啊，不是学别的啊。经教同僚啊，文学自然就同了啊。但是把这个放在最后，这不是首先是德行吗啊，德行不能奠定，学文没什么用处啊，没有实际的功德利益。如果有德行呢啊，这个文艺啊，自己可以享受啊，所以精神生活可以教化众生啊，可以弘扬佛法了啊。自利决定利他啊，利他了才是真正自利这个里面我们只举例啊，不能一条一条的细说。前面我给诸位提到了啊，父母呼，父母是举例子啊，是我们最亲爱的人，是我们最尊敬的人啊，他教我们，我们当然马上回答也啊。那么在大乘教里面，在菩萨教里面，我昨天讲了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
有感，佛立刻就行。啊，无论距离多么远，这个心念头震动的那个波动的速度啊，是任何速度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的。啊，现在物理里面讲的这个速度啊，大家只晓得光速啊，这最快的啊，电磁波啊，一秒钟30万公里啊，这个要跟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这个波动啊，要比啊，那差太远了，简直不能比。心才动一个念头，这个波动已经遍法界虚空界了。啊，我们现在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啊，宇宙之间，啊，有不少的星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放光，这个光到我们地球上，有100亿光年，200亿光年。啊，光走的速度走100亿年，走200亿年，还有更远的，我们现在看不到。啊，我们的这个科技的仪器还不够精密。啊，但是我们一个念头是，就是刹那之间就周遍法界。啊，这个速度太快了。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念了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就知道了。啊，念头才动啊，起心一报就出现了，一时顿现，这个一时是一念。啊，一念是多长的时间呢？现在我们大家算出来了。啊，是1秒钟的1280兆，啊，也就是1280兆分之1秒，一年，这个速度我们无法想象，因为我们开始想的时候也不知道多少个念头了，一年没办法想象啊。这一念简直周边法界呀！啊，这个，你看这个《望经华严观》里面是根据《华严经》所讲的3种周边。啊，3种周边是同时的。啊，第一个就是讲的速度，周边法界。第二个讲出生无尽，第三个讲含容空有。啊，这3种周边呢，同时同在一念当中，圆满的。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的念头力量多大。啊，我们在苦难当中有这一念求佛菩萨，佛菩萨立刻就有应。有印，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？啊，有感觉到的，有感觉不到。感觉到的人好像少数，感觉不到的人呢占多数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啊，他跟我讲啊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。这个道理啊，跟我说过，你有求，但是没有应，不是没有应，是你有业障啊，你的业障啊障碍住了啊，他应的时候你收不到，接受不到，不是没有应啊，那又怎么办呢？老师叫我忏除业障。佛菩萨那个印呢，你就感受到了。这业障怎么忏除法呢？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佛法
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。这仪规并不重要，重要在哪呢？后补再造。啊、哦，我这才真的明白了，什么叫忏悔啊？啊，天天反省，哪里做错了，说错了，想错了，明天赶快把它纠正过来。啊，真正像孔子赞叹颜回不贰过，叫真忏悔者呀！啊，颜回要在我们佛法里面呢，他就是忏悔菩萨了，给我们做出忏悔最好的榜样了。啊，他的过失没有第二次，所以夫子赞叹，所有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。啊，别人犯的过还会有几次，只有颜回。啊，你看他改过改得那么彻底，啊，改得那么干净，那么快速，圣人呐！啊，这些都是给我们做实现。我们应当学习，对，天天读经，读经，读经，照镜子，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过失，读经，啊，拿经跟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来对照。那读什么经呢？从《弟子规》做起，你一定要把《弟子规》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落实，啊，落实在生活上，啊，这是大乘教里面所谓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一，所有一切全是大方广，全是华严经，啊，《弟子规》是一，《大方广经》《华严经》也是《弟子规》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啊，你看看，在佛法里面，能够把十善业道这十句，那菩萨展开来给你说，能说84000条事情。啊，没有离开这十条，啊，84000细线。那在小乘教里面展开来3000位，啊，3000条就是十善业展开的。啊，那么华严这个弟子规里面1080个字，啊，360句展开来就是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际，14000天下微尘品的大本大方广华严经。我这个说法你同意吗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呢，父母是代表什么？我们最尊敬的。啊，诸佛菩萨，你看他们的行持，都是自己谦卑尊重别人。啊，谦卑到什么程度呢？菩萨戒经里面讲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啊，我们自己是儿女啊，看待一切人都是我们父母啊，你就成佛了。
啊，你的烦恼习气功高过慢啊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这三种重障啊，嫉妒贪欲都没有了，你对待父母还有什么孝敬了吗？啊，父母命醒过来，任何人拜托你的事情，只要你答应，答应叫受命啊，受了就真干了。啊，要负责了，要尽忠啊，要尽孝啊，都是孝心的扩大啊。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啊，父母教这个教义是可太广了啊！最需要细心去体会的就是实心父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他做的是好事，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。他做的些不善，我们还要认真去思考自己有没有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对一切善人恶人，都要有敬意。就是普贤菩萨讲的礼敬诸佛啊，自己没有分别心啊，这个人是好人，那个人是恶人，没有分别心，他都在做实行，他都在教化众生啊。像我们历史上的啊，岳飞叫正面的，叫你尽忠报国。秦桧演反面的啊，叫你不要做汉奸啊，做汉奸就像他那个下场，现身说法了，两个都是好老师啊，两个都是功德相等啊，你这样看法的时候，善恶就没有了。他是来教育人的啊，所以你要善学，要会体会啊，善于体会到，处处都在受用，时时的受用。啊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没有一样不得受用，这就是大方广佛法言。啊，如果遇到别人责备我们，啊，父母责，学生责，啊，纵然这个责备是冤枉的，我们也顺承。提升我们自己啊，忍辱波罗蜜啊，这最好的时候修忍辱的机会啊，那个责备我们的人是我们的忍辱的老师啊，啊，是教我们忍辱的教授啊，啊，我们不但对他没有怨恨呢，对他感恩呢，啊，不是他这种教诲的时候，我们忍辱波罗蜜到哪里修？啊，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，他过去生中的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
也就是当菩萨的时候，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，那是冤枉啊！他没有过失啊！可是割礼王错怪了他，把他凌迟处死。这个是杀人里面最残酷的，不是叫你痛痛快快的死，用小刀给你身体一片一片的来割割死，受这么大的一个侮辱，人如仙人没有怨恨，发了个愿，将来我成佛，第一个我度你，为什么？报恩，报什么恩？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我们将来行菩萨道修忍辱波罗蜜圆满的时候，也是这种现象出现，看你能不能忍，那你不能忍的时候呢，还要再修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头一个得度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儒尊者，前身就是割礼王。人如仙人说话算话，成佛确实第一个度他，所以任何人给我们的羞辱，你要知道这个不容易啊！成就我们自己的忍辱波罗蜜，他造的罪业，他要受果报啊！如果我们是菩萨，是以忍辱来顺承，他虽然堕地狱，堕地狱里面他受罪减轻，他在地狱里不会很苦，但是因为他那个不善的心，这个心性，那种恶的恶意恶行，他也受过报，这就是人家愿意堕地狱来成就我，我怎么能不感激他们？不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有意是菩萨，无意真的是恶人，真的恶人我们也把他当菩萨看待，为什么呢？他成就我，像提婆达多佛在世的时候，天天连着一些恶人来破坏佛法，来陷害佛，他是来表法的，佛没有一丝毫怨恨，成就佛教化众生的十愿十度，十波罗蜜。华严经上讲的普贤菩萨的十愿，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，提婆达多、六群比丘，他们在表演负面的，堕地狱了，这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啊，他堕地堕阿鼻地狱了，但是佛说他在阿鼻地狱过的日子相当于逃离天，为什么呢？成就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教化众生，成就许许多多的众生呢，以提婆达多做接近，改过自新呐。这是功德的事情啊。所以大经里面讲的
日日是好日，人人是好人。啊，我加了两句。啊，我加两句是人人是好人呢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这是华严境界。那入这个境界，他怎么会不法喜充满呢？啊，当然法喜充满呢，常生欢喜心呢。啊，所以你要入这个境界，首先你得放下。啊，像这经说，一法不可得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要常常记住这个。这个森罗万象，确确实实是1280兆分之1秒的速度，在变化。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一法不可得。一法不可得，那就是法法皆平等，不论是善法是恶法，为什么都不可得，都等于零。啊，但是众生不知道事实真相，迷在这个里面，迷在这个里面，他就造业，他就受报，他受很多冤枉苦。啊，造作恶业。变出来的三途，三途没有人造啊！啊，这个境界是从心想生的。啊，我们这个境界也是心想生的。如果我们心地善，这个世界非常美好，你能感受到美好。那你心地不善，感受不到，你在受苦，在受难。啊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任何人对待我再不善的行为，我们都感恩。啊，真的成就了忍辱波罗蜜。啊，下面讲，事虽小，勿擅为。苟善为，子道亏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增长控制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这不是好事情。啊，物虽小，勿私藏。这是增长三途。我们天天学佛讲啊，要断烦恼啊，证菩提啊。啊，可是控制、占有、啊私藏，这个是无始劫来的脾气，哪个没有啊？人人都有啊！不学佛不知道，不学佛这是正常的，这好事，这不是坏事啊！啊，私藏，你看看古人。怕的这个世间有灾难，怕佛法失传，把佛经刻在石头上。你们看看这个房山石经不就知道吗？啊，房山石经那是一部全部的大藏经。啊，发掘出来之后跟现在大藏经啊做一个比较，它还多了几部。我们现在的大藏经它里头全有。啊，还有几部我们没有的。
啊，那在常住名山呢、啊。啊，是不是私藏？他不是私藏，他是供给后人的。啊，怕在战乱，经典被毁掉之后，啊，将来你们发掘出来之后，啊，还有完整经典呢，流传于后世。这是个好心。啊，这真的发的是菩萨心。啊，其目的是希望呢，正法久住啊！啊，我们要体会古人的用心呐、啊！啊，现在发掘的时候，认为这是宝藏啊！啊，我们要怎样做才对得起古人？啊，古时候没有印刷术，除这个办法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现在印刷说法了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发掘出来说，把这个赶快把它做拓片啊！现在可以用照相的影印的技术，通通把它印出来。你印个10000套，印个10000套，在全世界各个图书馆都有。那就不怕了，灾难不至于把整个地球毁灭啊！只要地球还有一个地方存在，它就有几套保存住啊。就分散呢是最安全的，放在一个地方不安全的啊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就想到啊，那用心在哪里啊？啊，那更重要的，古人把这些东西留给我们，我们要认真学习，这才对得起古人。啊，认真学习啊，比流传给后世更重要。为什么？他希望你成佛了。得到这个方法，依教奉行呢，你就证阿罗汉，证菩萨果，成佛，哎，这是最大的希望。啊，你成佛之后，肯定也希望帮助后人成佛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大量流通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亲所好立为具，你的父亲喜欢什么啊？父母喜欢什么？父母喜欢你成圣成贤啊。有的父母希望你将来儿女的时候做大官发大财啊，那是父母没有把圣贤书念通。圣贤书念通了，就不会有这个念头了。啊，你想想看，释迦牟尼是皇子，啊，他如果不出家。继承王位，做再好的国王，2500年之后，没人晓得他。啊，谁知道？啊，舍弃王位，一生从事于圣贤的教学。2500年之后啊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知道，提起来没有不尊敬的这个果报不一样啊。
啊，佛对于后人的期望，经典上讲的太多了。啊，他希望我们大家人人成佛，人人正果啊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啊！啊，劝我们不要再搞三途六道了，我们能成得了吗？在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在这个经上讲得多啊，出现品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见性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你本来是佛吗？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就说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有妄想，妄想是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不能证得。啊，用相中的术语来说，妄想是阿赖耶，分别是意识，执着是莫那。啊，迷了之后，自性里面变成了阿赖耶识。啊，相中怎么成就呢？转识成智，从莫那开始啊，转莫那识为平等性质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，转识成智就成佛了。啊，这四种智就是佛在经上讲的，哎，借由如来智慧。啊，这个话说的好啊。啊，你看看，只要我们放下，就回头了。啊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放下，不必要求别人。啊，求人难呐。中国古圣先贤常常告诉我们，世间有两种难事，就登天难，求人难。这个事情是求自己，不是求别人的。自己成就了，就能成就别人。啊，成就别人不是普遍的，成就有缘人。啊，别人看你成就了，他受了感动，他向你学习，他也成就了。啊，那叫有缘人。业障深重没有缘的，慢慢来。啊，总有一天他会成就，这个事情不能着急呀。那着急怎么样呢？着急是欲速则不达，本来这一生成就的，因为你要求过急了，反而这一生不能成就了，得拖到来生了。啊，这起反作用。啊，所以佛这才教我们呢，恒顺众生。随喜功德，啊，他错顺着他错，错他将受报，在受报当中他觉悟回头，他必须要通过这一关。啊，现在你怎么逼他的时候，他反抗更厉害。
啊，帮助别人要智慧呀，要善巧啊。啊，有智慧当然有善巧。啊，没有善巧的那就没有智慧。啊，智慧的应用就是善巧。啊，所以什么事情事出世间法都是急不得。啊，总要心平气和，你才能看得清楚，才能看得明白。啊，一急就糊涂了。啊，好心要做出了坏事，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的很多例子啊。啊，我们真正好好修行，啊，证阿罗汉果，证菩萨，成佛，这是我们父母意想不到的欢喜啊！啊，那轻所悟，你干坏事，你做坏人，你犯罪。啊，你被判刑，这是父母最厌恶的事情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。你看看这个海口监狱，他们用《弟子规》来叫这些犯人忏悔回头。你再看一下犯人的家亲眷属，啊，在这个里面你就看到亲所好，亲所恶，